东西。好棒呀！这里有一份来自 B 站的问答，请大家查收。平时日常生活中最喜欢或者是最擅长什么运动方式呢？是否也会在 B 站看健身类或者体育类的视频来学习？运动方式嘛，就有答案。那还是比较好的，因为都比较就是缺乏。我吧，打篮球。我在遛他，是他在遛我。打篮球，篮板是长的，篮板还可以。篮板这么玩是吗？我的项目是打羽毛球，因为我其他的体育项目不行，就每天下课练练协调，和我强劲的对手。乒乓球，对，打篮球和张建豪一样。运动的话，一般都去外面学习散打呀。散打。那么在座有没有那种体魄不是很常见的？有。我们说体魄不常见的初恋。你不起来吗？为了证明大家就是有常见的体魄，那么就进行掰手腕比赛。好 ，OK， 准备好，先蒙头，好了，哥，3、2、1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啊，秒杀 ，First， 新四号，必须四号才能比赛。这握手就能看出力气。请选手就坐。就坐。对，高手从无需动员。动好棒呀 ！It's the match。来，3，摸牌几个？哎，别浪费时间。2，1，开始。加油！哎，有点紧张，请双方示好。下面是20千克的饼干，3、2、1，开始。秒杀，毛包，毛包，别动我左。OK， 左手。3、2、1，开始！滚吧，滚吧！老师，他这个语言攻击，这人身攻击。双方示好，啊，对，肚子真。左航，加油！一局，一局，不，3、2、1，开始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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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该双方有一个示好。以我是不要我的能力，隔空握手一起齐天，从你水平我都是输，随你高兴。3、2、1，开始打打打 ！Oh no！ 石头剪刀布。来了，别能进前三，我也进来。双方示好友谊。东西多呀！3、2、1，哇！这个有点东西，哇！有点厉害啊！哇！好恐怖！这叫好讽刺啊！3、2、1，开始，四番。要登十。哦，留给谁的时间不多了。3、2、1，开始！哇！气气，应该给他气气脱了，他就要赢了。别住，别住！哇！厉害！哇！四强！哇！如果你下去，继续还没到。继续。装可慢了。你的身内，OK。3、2、1，开始！哇！好，那么恭喜，现在我们三代最有强健体魄的成员诞生，那就是。装的厉害，他的残疾率。成员中谁刷 B 站最久？都是成员，当选在成立组的时候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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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笑小视频。有没有自己觉得自己特别擅长、有把握的项目？大家可以一个一个用动作比划出来这个项目。Ready Go！下勒子，他就是跑步。哇！第一个跑步，第二个，第三个打桌球，第四个乒乓球。对，对，哇！我这才叫前人。搓澡。哇！哇！哇！走好。再加。哇！50米气枪，走！上 B 站关注 TF 家族，和我们一起变化变全，收获更多的。